现在耳朵的第五圈呢已经勾好，接着勾第六圈，举过短针减针。首先勾一个变奏起立针，我们就连着勾减针就可以了。好，第一针挑外面一根线，第二针挑这一根线，好，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，好，一个短针减针，然后接着下一个挑这个辫子一根线。你看这个颜色要区分开，这两个勾减针对吧？接着你第三个短针减针就是这里了，好，要分清楚。第二个减针，第三个减针，第四个减针，第五个减针，第六个减针，第七个减针，第八个减针，第九个减针。好，这样这一圈就勾完了，和第一针连接。然后最后断线，用一缝合，大概30-40厘米长就可以了。将这个线这样离开。好，这样一个耳朵呢，我们就做好了。然后相同的方法再勾一个，这个就是耳朵的一个勾法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勾这个手臂，手臂呢，第一圈环形起针，六个短针，第二圈六个短针加针，它这个每一圈的开始和头部的方法是一样的。手臂的一二两圈已经勾好，和头部的一二两圈勾法一模一样。那第二圈勾完一共有12针，接下来的3、4、5这三圈呢，每一圈都是12个短针。我们遇到这种直接写了多少个针数的，也就是说这几圈呢是每针里勾一个短针，每针里勾一个短针，完成这几圈就可以了，勾法是一模一样的，前面有学习过。然后我们这个第五圈完成之后，第六圈呢是4个短针一个减针为一组，一共勾2组。那这样组数的一个编织方法还有减针的勾法前面都是有学习过的，我们自行呢去完成。7到10圈每一圈都是10个短针，那勾法是一样的。然后12圈3个短针一个减针为一组，一共勾2组。好，组数的编织方法前面有学习过。那13圈直接勾8个短针，就是每一针里呢勾1个短针，这一圈一共有8针。好，然后14圈2个短针一个减针为一组，一共勾2组。完成14圈之后，然后我们和第一针连接，最后呢留40厘米左右线，线头长度呢用于缝合就可以了。手臂呢我们要勾2个，那这里的勾法因为是前面都有学习过这个方法，就不需要一一的再去讲解去演示了。我们在勾织的过程中要学习方法去进行编织。大家把2个手臂勾完之后，我们再来勾这个腿部。好，现在我们勾织这个腿部，那腿部的1、2、3圈和头部的1、2、3圈勾法一模一样。大家呢把它勾完之后呢，我们再看第4圈。第四圈这里呢是勾18个短针，那这里也就是说每一针里勾一个短针。然后我这个第四圈呢已经全部勾完了，是18个短针，一对一的去进行勾织。那接下来给大家讲解这个第五圈，3个短针，然后6个短针减针，3个短针。那看一下勾法，首先勾一个变奏起立针，第一针里勾一个短针，下一个勾第二个短针。接着第三针，好，按照顺序3个短针勾完，然后接着呢勾6个短针减针，先勾第一个，好，1个短针减针，接着第二个短针减针，第三个短针减针，第四个短针减针，第五个短针减针，第六个短针减针。六个短针减针勾完之后，最后还剩3个短针，你看这里刚好是3个针目，这样就是对的。好，把剩下3个短针勾完，1、2、3，好，然后和第一针连接，那这个第五圈呢就勾好了。第五圈勾好之后呢，一共有12针，然后接下来的6到11圈，这几圈呢每一圈都是12个短针。这样第六圈呢，这样立个辫子为起立针，第一针里勾1个短针，下一个勾第二个短针，这样你一圈呢一对一的去进行勾织，到这个最后一针就是第12针了，然后和第一针连接起来。已经掌握方法朋友你不用挂记号扣，如果说怕找错这个针数的话，按照前面最开始讲解的方法，第一针挂记号扣，最后一针挂记号扣，中间引拔连接的位置我们是有拉紧的，你不要在这里多勾了哈，勾的时候要仔细一点。然后大家把接下来的6到11圈呢勾完，然后再看一下讲解。腿部的11圈已经勾好，那勾完11圈之后，我们可以在里面呢填充一点棉花，将这个线带大，钩针先放到一边。腿部在填充的时候呢，不需要填充太多，大概这个地方呢给它塞一点就可以了，往上的地方就不用再填充了。这个地方是脚的位置，然后给它往这个前面塞一点。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注意这个腿部一定不要填太多，因为这个暴力熊的一个造型呢，这个腿部是像这样，它是往里面这样一个内八的一个效果，就是往里面的一个效果会可爱一点。如果说你填充的特别多的话，那这个脚部就会像这样站起来，不是特别好看哈，这样的效果只需要填这一部分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这个11圈勾完之后呢，接下来开始勾织第12圈了。
十二圈是四个短针，一个减针为一组，一共勾两组。然后剩下的部分呢，大家就自行完成就可以了。看这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勾减针，这就是一组了。接着是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减针第二组，这样第十二圈我们就勾好了，和第一针连接。然后接下来的十三、十四呢，这两圈是每一圈都是十个短针，就是一对一的去进行钩织，把这个十三、十四这两圈勾完，然后第十五圈就是连着勾五个短针减针就可以了，这样就是最后一圈的结束。结束之后呢，还是这样把这个线这样带大，然后将线剪掉，留长线用于缝合。那这个腿部接下来的这个几圈的勾法，大家自行完成哈。好，大家这样自行勾好吧，或者你把十三、十四这两圈勾完，我再给大家讲最后一圈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腿部的十四圈勾完，接下来勾最后一圈，第十五圈五个短针减针，好，勾一个变嘴起一针，一个短针减针，第二个短针减针，第三个短针减针，第四个减针，第五个减针，好，和第一针连接。最后这个口有点小，一共就剩五针了，和第一针连接起来，然后加这个线带大，然后剪掉。这个呢就是腿部的勾法，然后一样的也是勾两个，把这个线呢这样理出来，然后拉紧。看一下我们在填成棉花的时候，你看只需要填大概这一点距离，上面这个地方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厚度了，如果你再填它就有点多了哈，一定不要填太多，像这样的一个效果就可以了。在缝的时候就这样给它组装到身体上，然后大家把这个腿部呢我们同样的勾好。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讲解这个缝合的方法，组装到一起。所有的配件勾好之后，然后我们要填充一点棉花，这个手部在勾的时候呢已经填充了，然后这个位置的话大概就是填充这个前面这一点就可以了。好，后面这些呢就不用填充，这里是空的哈，这样缝合之后的效果呢会好一点。两个手部这样给它填充，然后腿部呢看一下，就是按照前面讲解的只填充前面这一点位置，后面这里也是空的，像这样呢它有一个弯过来的效果，填充的太多它就是像这样的就不好看了哈。然后我们这个耳朵是不需要填充的，就这样捏扁就可以了。然后头部要给它填充，塞棉花的时候呢我们这样给它往里面塞，也可以找一下家里面有其他的东西辅助一下。看一下这个玻璃熊的头部，头部呢它是这样小一点，脸部是这样鼓起来大的，那你这个头部呢要给它填充的饱满一点，如果说填充的少的话它可能这样凹进去那就不太好看了，对吧，给它这样往里面塞一塞。然后再继续填充棉花，把这个脸部的形状给它撑起来。这个头部填充好棉花之后呢，再把身体给它填充。塞棉花的这个方法非常简单，大家呢先把这个填充完之后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组装的一个方法。好，现在这个填充棉呢已经塞好，让我们开始缝合。我们先缝合头部和身体。身体上的这个线呢，我们要先给它藏一下，用头部留的这个长线去缝合。这里在填充这个棉花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不要给它塞鼓起来哈，我们最后给它缝到最后留一个小口，再填充一点就可以了。将这个线呢在里面这样穿到里面，然后挑住一根或者两根的线穿过来，穿过来之后离近一点看一下，穿过来之后呢再这样挑一下，从这个圈里圆圈线圈里这样给它穿出来，这里再拉紧，相当于给它扣了一个结。好，然后这个线头你就给它放在里面就可以了。身体填充完之后要给它这样捏一下，整理一下形状，看一下效果。如果说你勾的有点松的话，这个孔有点大，你就不要填太多了，不然的话那个孔会撑得更大，从正面就是表面上看就能看到这个里面的填充物，这样效果不太美观，自己看一下效果去填充。好，这样身体填充好，然后我们穿上缝针。看一下头部，我们在勾这个引拔针的时候，连接的地方呢它会有一条隐约的痕迹，那这是连接的位置，这个是头部的后面，你看这样这样的一个效果，看脸前面呢它是这样鼓起来的哈，这是这个暴力熊的这个脸前面哈。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呢，我这个头部和身体是没有把接口扣取下来的，我们这样对着呢给它这样连接起来，像这样的效果就可以了。那这个头部和身体最后结束的针数它不是就是不一样的嘛，然后这里我们也并不是说非要一对一的去缝合，你其中有一针呢可以给它这样对面呢这样多缝一次就可以了，只要给它缝起来就可以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方法，找到这个瓶颈位置，那就把这个接口取下来了，我们这样穿这个穿过针目哈，